是的，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谢谢颂恩乐团。但今天我们的诗歌赞美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颂恩乐团，我们真是求神纪念他们在主里的心啦。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阿门父神，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在这里聚集。今天是28和平纪念日，在69年的这一天，许多台湾精英丧失生命。造成了许多，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有许多家庭有这个痛，但是神，我们知道你的爱可以抚平这一切的伤痛，求神你自己来安慰受难者的家属和他们的家庭。神，你要来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再一次来为我们的国家复兴来祷告，也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特别是在这一天，求神你来祝福我们在上位掌权的不再有族群对立的情形发生，因为我们相信神你的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求你的圣灵降临，求你的宝血厚厚遮盖洁净我们今天聚会的每一个角落。求神你今天来膏抹我们牧师的口，让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每一个听的说的都获得利益。父神，我们也求你要持续的来为我们在小农业台南正在受灾的同胞和家庭的祷告，求神亲自来安慰，也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眼，让我们聆听透过神你要让牧师来对我们传讲的话语。我们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也用今天的主导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周报。我们的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接下来读经哈，我们来看我们的周报。看我们的周报。今天要看的经节比较长哈，我来读单数节，然后我们会众来读双数节。创世纪13章1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的，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第二节起，亚伯兰的妻女牲畜极多。第三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第四节起，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第六节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第七节，因为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第九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第十节起，罗德的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地美，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威严所罗马多玛巴以色列，如同耶和华的叶子，也像埃及地。第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第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以利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罗马。第十三节，索罗马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下一个经节是罗马书12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本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由我们的牧师要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心胸与态度。